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，今天来试玩一下这一款游戏，叫做《王国保卫战》啊，起源 Origin。这款游戏其实早在这个手机上面就已经出了好几年了哈。那如今呢，它现在这个系列的这算是第三款系列作。然后这三款手机游戏全部都移植到了 Steam 平台，就是电脑平台。那老头呢是有稍微玩一下他之前的旧作，还觉得不错玩。如今呢，现在今年出了最新版本，这个第三作起源哦。那想说试玩给大家看一下好，因为老头呢刚刚看到他已经出新的，然后也没有玩过，就买来下载了啊。那这是一款防塔的游戏啊。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有玩过啦，哦，我觉得等一下可能会在下面很多人留言啊，老头这个游戏我玩过，超好玩哦，什么之类的，好不好？这个我应该可以想得到的。但是老头想要试玩给大家看，啊，我也是以一个就是没有碰过这个新系列的游戏的一个新手的角度哦，来玩这款游戏，好吧？那么呢，这款呢支援繁体中文，很屌。好，不过呢，比较可惜的是，它一代跟二代好像都简体，然后三代才有繁体的出现。好，我们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开始哈。好，然后呢，我觉得我们就玩一个普通好啦，好不好？随时都可以更改难度，没问题。然后呢，哇，地图这么大，一开始就这么大，从这里开始，然后呢，只能调升跟改难度。哦，还有升级项目，这好像跟二代差不多啊。英雄殿堂，我们现在英雄只有艾丽丹，哈哈，好哦。啊，我已经选择艾丽丹了。哇，后面好多角色哦，卡莎，啊，这个叫厄利风，浮士德，熊猫，怎么那么眼熟啊？为什么我每次看到熊猫，我就想到什么某个世界之类的？哦，勇敢树霸。嗯，迪纳斯王子哦，这么嗨哦，这样子，好，要分等级解锁，好吧，我就从这里开始哦。将军，一批豺狼正向我们逼近，这些荒芜丘陵的野兽只想着烧杀掠，烧杀掳掠。那、啊、我们定让一定，然、啊、后什么定让他们有去无回啊，进入战斗。好吧，看一下他的战斗模式，应该也都差不多啦，我觉得。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片离我们特别远的一块大陆，那里的人们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，就不知。当然，这种故事发展自然不会让我们无忧无虑下去的，没错。哦，防御敌军攻击，保护你的土地，沿着道路防御，阻止他们，消灭敌人来获取金币，建造防塔。好的，好，那我记得箭塔可以改成防御箭塔，然后魔法塔或者是防御之类的，哦，然后这个是哦，按这个可以变这个，这个可以变成塔，嘿，哦，良好的射术，工兵是良好的射术，兵营是可以阻拦士兵，能阻拦敌人，哦，可以就是一个挡路的一个概念，这跟以前差不多哎。防御的话呢，可以穿刺穿护甲，重防御的。敌人可以造成强大的伤害。十环德鲁伊这是干嘛的？欸，这新的 哦，就没有范围伤害，丢石头差不多。OK， 此处建造，我觉得我们先造一个兵营好了啦，好不好？把它给挡住。Over Queen， 然后就出现，然后我先多少钱？220。来来来，然后我们这边可以放个箭塔。Hunting season begins。啊，然后这边可以再放一个这个。哎，丢石头啊！没有钱了，哭哭哦！啊，这边居然没丢啊！他居然从这边指引，我以为只有这边而已，结果这边都可以盖，可我没钱了，好吧？战斗开始。新敌人：豺狼大盗、豺狼人盗匪、低等怪兽。啊，豺狼人攻击部队通常会将他排在前线，中等速度、低生命、嫩。啊。很可惜啊，这个不能俯瞰哦，我们就只能这样子一个上帝视角的角度去看。你看，像我那边冲下来了，杀呀！我要杀光人类！哦，等下再被我们射爆了。哦，那么跑，啾啾啾啾，啪啪啪啪！哎，他自己不会直接射啊，距离太远了。
那我这边应该要盖一个才对啊。对啊，不然这样这边这个塔就灭了呢。哦，我们还可以升级，但是钱不够。就我们应该把这个卖掉才对，可是只能获得75块，感觉有点母汤。好了，要灭了，盖一个箭塔在这里。完了嘛呢？这样才有办法。下一波即将来袭。Oh my god！ 完蛋了，好像挡不住的样子。哈哈哈哈哈！小尴尬 ，no， 第一波我就 GG 了，好笑了 ，GG 思密达，他已超过，没有钱，哦，这样子超过就扣一滴血，一哭哦，拿给五块有没有？超过20个我们就输了，输了，这是什么？哦、可以派着我们的士兵前进、哦、我们只有这个可以去挡而已，没有钱啊。你可以在战场上召唤援军助阵，援军是免费的，每15秒召唤一次。这个我们按下数字键2。哎呀，这是西瓦纳，西尔瓦纳斯哦，长矛。拿着长矛，长矛是敌度，希尔瓦纳斯是拿类似像匕首的东西。致死方休！哇，下面也有一波了，该是盖个箭塔了。No！ 挡住他们！挡住他们！我觉得多盖点弓箭手会比较好。那一到70块立马盖，好不好？完了，挡住他，干得好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然后这边又要来了，一波15位即将到来，哎，直接接着来，闪电箭打击，动用上苍之怒来轰炸敌人。闪电的冷却时间很长。留了最后一波使用，了解，是新能力，直接放了。哎呦，很可以哦，瞬间赚了不少钱。行，然后这边盖一个兵营，把他拖住，把他拖到这边来，这样我们才可以拿弓箭射他，是不是？战术的运用啊，木有。我们再放两波啊，放不是放两波，放两只给他挡住，赞，有着落了，有着落了。哦，放了之后他顺便给钱，新敌人，豺狼人中火，中等速度，远程火焰攻击，特别喜欢烧森林，感觉有点母汤，是有点母汤啊，我觉得是放这里好了。有点小尴尬。闪电之术，你要等他们靠近一点的时候再放好了。哇，来好多，来好多！等到真的撑不住再放啊！这招一定要是类似，就是留到最后有没有？真的撑不住的时候再给他靠下去。好，有收到钱钱，86块钱。我想说，我们要不要弄一个十环阵？125。不知道十环阵伤害是如何哦，缓慢但造成范围伤害，我觉得是可以诶。释放两颗无视任何物理的啊，盖下这个好了。怕娃，无视物理。英雄是精英单位，能对抗强大的敌人，也能支援你的军队。按下空白键，快速选择英雄。通过击杀敌人会获得技能经验值。空白键来了，在这边。We must move on. We must move on. My phone. 欢迎光临 My phone. My phone. 打啦。射，欸，他不是射，他是拿刀砍。抱歉，我的错。练一点经验值，好，练一点经验值。
我这边其实想要放一个那个四环阵，对他们造成一点点伤害也好啊。For Aradale， 我要居然没攻击，打他！棒 ！We must move on， 打爆他们！哦，多了这位精英英雄好多了，感觉好多了。我们现在六波，然后现在是第五波，我们这波打完差不多了吧 ？You have my bow， my bow， 咻咻咻！那个攻击方式好好笑啊，没办法，只好劈掉了。英雄技能，每位英雄都有独门的技能。艾丽丹可以让你召唤剑矢风暴、冷却时间等。按三，哦，按三可以召唤技能是吧？来，四环阵丢一下，丢，嘣，哎呦，只是很慢而已，稍微造成一点伤害。哦，这就是我们精英英雄的技能，可以。丢，最后一波了。这波应该撑得住，我们只有 lost 掉两位而已啊，其他都还可以，可以，啊，这下就盖一下箭塔，不管了，盖好盖满，到时候应该可以开放升级吧？你看，像这边有一个锁，箭塔可以开放升级的样子，我觉得应该可以。Incoming， 结束了，耶、yeah, ！以三颗星通过第一关，哦耶，好爽啊！升级了，我们看一下能干嘛？用获得的星星改良防御塔。哎呦，行，这个是召唤用的嘛？然后我们现在三颗星啊，这边显示要几颗星才可以使用这样子。精灵栅栏降低兵营的基础建造费用。提高弓箭手的攻击伤害，我觉得这应该要先升，因为毕竟他所需要的金币只要70就可以盖一个，所以说其实这个投资报酬率我认为会比较高一点。哦，建造费用降低兵营的，提高法师的范围攻击。哦，闪电波就不必了，因为 CD 太久了。精兵护卫有更高的生命跟更高的精良装备。慢慢升，我觉得这个要先点。好，范围基础费用先点，可以让我省钱。扩大兵营集结范围，法师攻击，我觉得这暂时这三个比较重要，先学了。然后呢，英雄殿堂，他等级好像也没提升的样子，有一点点而已啊。哎，好吧，我们继续下一波。战役英雄钢铁。哎、欸、啊，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？我战役结束了，我们可以打个英雄，钢铁。这个是哦，一般、中等、最难，是不是？它一个关卡还会分三种。哎呦，玩到吐啊！好，继续我们的战役，再玩一局，好不好？目前这款游戏要钱啊，在 Steam 上面200多块吧，268。如果你们有兴趣消磨时间，欢迎你们哦，前往购买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等级防御塔二了。喂，怎么长这样子啊？那这样子我要怎么做？我们现在350块钱嘛，然后上面这边就有点诡异了。下面是兵营，那这边有一个兵营啊。For the queen, for the queen， 把他们全部阻拦嘛，会不会很浪费钱？真的很浪费钱，我没钱了。哦耶，好，那这样子弓箭塔。Just our aim， 没钱。噔噔，啊，范围这么广。全部都给我，哎、欸，不行，整在这里而已。升级144，受过剑术和弓术训练，变成全能型单位。哎、欸，我弓箭手完全起不了作用、欸，哎，完了，死定了，非常好。
闪电先劈一下好了。哇，还是不够钱，我想哭。统领你的部队，你可以更改士兵的集结点啊，这我知道。派我们的英雄过去好了。放个技能，怎么集结一点？啾！哎，有钱了，太棒了！我在犹豫，要是箭塔还是我们魔法塔，算了，都箭塔好了。射好射满。哎，小鹿斑比在这边，呵呵，我们看见了小鹿斑比，55块钱，升级，没有钱啊，没有钱怎么升？刚开始都觉得好穷啊，我觉得这游戏前面就还蛮平静的哦，后面应该会越玩越刺激啊，我是这么觉得，后面一定会越玩越刺激，迟早的。哇，一次100块，好爽！魔法塔，哦，要是你敢踏入这里1块，你就死定了，行吗？我觉得我好像设计错误哎，我应该把兵营用在里面哈，让他们在里面斗殴。没关系，我觉得这种难度我应该随便打随便过吧。是不是？感觉就是随便打随便过。We must move on。我想要先把这边全部都盖出来，我这边盖一个弓箭手，这边盖一个出来好了。根本没有人在理这个死环阵，感觉弓箭手比较有 CP 值。战略的基本，兵营适合阻拦敌人，但攻击力不佳，尽量给他们充足的火力支援，就把兵营盖在外围啊。没错啊，就四边嘛，让他们去阻拦。You have my bow。我果然还是很聪明的。不然你我是笨蛋吗？的确。好啊啊什么啊？没事。自己在被自导自演。Denuri, Denuri, for Aradale, for Aradale。We must move on。You have my bow。Denuri, Denuri。火焰豺狼，纵火者豺狼。众神之怒，75块钱，所以全部都沦为弓箭手了。弓箭手王道，挡他，挡他，挡他！最多也就在那里啊，这边。好的 ，Queen。下一波，下一波。新敌人，咬噬者，体型高大，身披盔甲，满身疤痕的豺狼战士，带领着族人奔赴战场，装甲聚集时产生战意怒火，提高生命。哇，他要上 buff 哎、欸，这个就要用魔法去攻击了吧？可是我们魔法的只有一个而已，完蛋了，就这只啊，只好前去拦截他了。好办怎么办？什么抵抗来源？这两个不同强度会造成较小的伤害。完蛋了，感觉有点硬。Swords ready。没关系，硬 A。如今只能硬 A 了，这种情况实在有点尴尬。No， 他上 buff 了，感觉又打不过了。我觉得把这卖掉，把这卖掉，盖一下那个魔法塔好了。快点，电死他！有效吗？其实好像也没有很强哎。感觉并没有很强。闪电劈一下，赢了！哎，杀掉了！啾啾啾啾啾啾啾！帮我挡，挡死他！我靠，又来两波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！射快一点啊，把门上去。那根本没在做事啊！上面这个塔完全没在做事，你知道吗？我在犹豫要不要把给 fire 了。
真的超级没事做。这边再弄一个，这样好多了。挡住他！对，就是这样，杀爆他们！We must move on. 给你。You have my bow. 啾！好，我们闪电技能快要好了，太棒了！好，撑住了。我觉得这一波的制胜关键，是升我们的魔法塔。二阶，因为现在强是强在他们太硬了，哦，就这个咬噬者太硬了，需要让我们的魔法攻击强一点。我们升二阶嘛，对，没错，升了二阶，再放一波箭矢吧。来，就是这里，哇，这么多，丢啦，水，水啦。打他们，还有几波啊？我靠，还有三波，这有点久。You have my bow. 完了，慌了，167，升一波。We must move on. You have my bow. Reinforce.弓箭待会也升个二阶好了，能够升就升，哦，爽，就这个声音，听起来真的舒服啊。You have my bow. 不够，差八块钱，哥差八块。包夹之术，从后面刚他们。钢爆！有了，升，射速有变快，很可以。把他们挡住，结果我们的士兵马上被推倒了，立马被推倒，有点小弱的感觉。有，这波挡下来了，很棒，升级哟。来，全部都来，拢来啦！哎、欸，他下面这一波为什么没动？不是上下都要一起来吗 ？We must move on. Must move on. You have my bow. 有伤害了，感觉出伤害制造出来了，弓箭手，有比之前好太多了。待会来升一下兵营好了，让他们硬一点。For Aradale. We must move on. Wow, 一次来两只，撑一下。Incoming. 还不能升，差一点钱。有了，二阶兵营。那我们至少攻击跟防御力有稍显的提升。好，下面需要资源。我靠，又来了！来，都来，要来就把刺激一点，全部都来，快点！来好来满，没有再怕了。好了，对不起，我怕了。撑住啊！哇，来太快啦！坐死了！来，升啊！下面应该升才对。尴尬，挡住，砍死他，所以就是这样子。哎呀，这些小士兵完全不鸟是怎样？对，真的对了。超危险啊！这样太危险，飞太远，不要做鬼脸。挡住。行，这一局妥了。好，
后排就交给你们了。我前去前方支援。四支 ？Oh my god， 四支？没关系，我们技能被妥了，就是要来你一个痛快啊！挡住，挡住！我已经准备好了，快点上苍之怒，快准备好！上苍之怒，我准备劈了，大胜利！是不是好玩？哦，这游戏不错吧，各位？哇，英雄解锁，我们可以使用它了。它有什么技能啊？其实我也不知道哎。啊，我们这个人物这么……哎，有升级，有升级，有了嘞，升级了嘞，等级二。但是为什么它现在只有显示这边啊？这个框是什么意思啊？17只，覆盖大片区域，每支箭造成31点伤害，这个要4点。双重打击，展开一次双刃的特殊攻击，造成4到80闪避率，并反击近战伤害20、40。对相同的目标连发一箭，便造成1点额外伤害，最多3支生效。瞄准射程内的敌人，迅速连3发。我觉得应该先学这个啊，我感觉打比较快啊，是不是？然后这个是新的，等级3马上就送你8点。这么好啊，这个选择一下。好，我们整一次带一只英雄就对了。那8点我要怎么玩？发射2颗火球，每颗造成20、40的范围伤害，避雷针，1道闪电，原地冻结敌人2秒。我觉得这冻结感觉比较好一点呢。召唤一面10盾，挡住伤害。召唤一场元素龙卷风，减速闪电避战6秒之内造成210伤害。我觉得这个，我觉得先冻结他们会比较好哎。一个完整的牵制有没有？呵，就大概是这个样子，还不错玩啊，真心觉得不错。弓箭手攻击力伤害提升。先把这3个重要的哨塔升完再说，好吧？我觉得我们今天差不多先到这里哦。个人是觉得还不错啦，对啊。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哦？如果呢，大家对于这款游戏非常的热络的话，老头考虑继续把它玩下去，甚至把它玩到破关也说不定吧？对啊，我是觉得还不错，打发时间的好游戏啊。如果你们呢，而且这游戏这有手机版呢，哎呀，这有手机版呢，对啊。如果你们呢，啊，等车、等女朋友、等男朋友。等吃饭或者干嘛的，可以开上来稍微玩一下，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，好不好？那么今天影片先到这里结束啦。如果喜欢我影片的，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，下方留言，或者是去我的 NoNo Life 按个喜欢，好不好？感谢各位的收看，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次有机会再见面了，拜拜。